人的那种马是这样子，用力我站好站好，逼着越站好越容易倒。为什么你站好？等于你中间没有力量，下坠的力量没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小练头一直要你练都是这样？哎，你真的举得多了，我卸开卸开。那么你站得这么大了，没有办法卸，没有办法卸，顶不住就跌倒啊。那么你练成的动作，起手也好，瞬间人家攻击你也好，就是把你练过的动作拿来用。所以我们没有说借招破哪一招，所以我们只能说是起手，就是你的作战位置就见你离开你的作战位置，可能是这样，可能是这样，可能是这样，可能从这边离开，可能从这边离开，可能是从这边离开。不管，只要离开你的作战位置，90%都是大拉手，90%都是大拉手。因为他来，我离开了，那他是不是压过来？只要是人，因为有什么离开？因为他的攻击力太强，他的我有卸掉他的力量，卸掉没有关系，大拉手了。你不可能当上不这边的，你离开这边的人一定就这里，对不对？那你不可能是当手就这边吗？一定是当手就这边。哎，我退后也是当手，不要给人向前就好了。你退后没有关系，不要给敌人向前。你移过来这边，哎，你说没有，他把你带到这边去了，那你就当手，这是你的阵地。敌人就见你，你在哪里，敌人都在见你啊！所以这个你的位置啊，就离开你的位置的话，那你就大了手。那么捆手跟顿手，捆手是两种反应，一个把对方锁住在你手上。那么一个是把对方拉住你的手了，你还锁了，就夹住了，这不是锁，就由他摆开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你利用夹住你就反应，一个是解脱夹住你，你就摆开，啊，那么这是本手。如果今天这里很多小洞里面有蚂蚁怎么办？因为蚂蚁在洞里面，在缝里面跑不掉，你怎么勒都跑不掉，泡入水里面吗？你找水了，那这罐就没有了。那你要这个罐的蚂蚁跑掉的话，就断，这蚂蚁不是一个一个丢出来了吗？啊，对，丢出来了吗？那么先讲个笑话。以前的桌子都是没有什么三角板的，就是啊，清末明初那个桌子，但是我扎那个桌子，一块木头一块木头接的。那不管你时间到了总要缝，因为透过空气啊、水分啊这处理，对不对？这块板跟这块中间有缝。那么一百几十年前去喝茶，什么吃东西吃点心，随便来个烧饼啊，来个芝麻饼就已经不错了，对不对？你烧饼芝麻饼这一包的芝麻会丢到多少下啊？那么你可是不要可是的芝麻的玩意吃掉的话，那没人这样烧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是问题出现在这个板跟这个板中间有好几颗芝麻在缝里面，那个时间没有牙签了，舔不到，因为有人缝，那你要怎么样？
你拍那个桌子基本上不是弹着的。